呀啊，一鞠躬啊，二鞠躬，哎，我给您跪下了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哎，这人真的好可爱，不追了，不追了，不追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去，很舒服。加速，车在哪？车在哪？看一下车子啊！回头，只吃一刀啊，不吃第二刀。加速过来，球，告辞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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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一刀斩没有了，咱们开开，咱们过去行了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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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直接出门就行了，不用急的。没有一刀斩，这就一个屠夫，咱们吃一刀。干嘛？完了呀，什么东西？不对呀，不对呀！吃一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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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一刀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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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吊装，呜！哎呦，完了！哎，完了呀，就在门口跑的，死掉了啊！那么下一位表演者呢，是我们的美女与稀饭组合，为大家表演小跳蛙。来来，放歌，歌声起。这池塘在走量，梦想就变成海洋，叮叮大嘴巴，同样唱得响亮，我一双翅膀就能飞向太阳，不相信奇迹就在身上。咋了？干什么？哎，啊，咋了？我知道，你不用跑，别跑，我自己打。喂，果然是来看我直播的小伙子。看你，我是你的粉丝啊。是我的粉丝，有没有下载西西直播呀？有没有？下载，我一直在关注。是吗？有没有加入我的粉丝团呢？粉丝团没有。粉丝团没有是吗？哎呦，粉丝团要花多少钱？一块钱。就服了。好，我加入，我加入。人嘛，总得有点梦想啊！梦想都没有，那不就跟咸鱼一样了吗？单抽出奇迹，单抽出奇迹，单抽出奇迹。单抽出奇迹，没事没事，有点尴尬，没关系。冷静啊，冷静啊，对吧？要说风雨中，这点挫折算什么？擦干眼泪，不要怕啊，金光就要来了。祭司紫皮是吧？小意思，就他了，梦之使者。哦呦，刺激了，刺激了！单抽出奇迹，十年出金光，来啦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太上老君，快显灵，般若波罗蜜，十年出金光。